魔晶尺买来了，这是一位粉丝强烈要求我去玩的，给我留言了四五次，就这靠分分钟搞定它。这个锁有两部分组成，底下这部分是一个正方体，正方体的每一个面都有一个空心的十字，上面这部分则像一个五角标，玩法就是将它们分离，这不很过来，是不是刚好就对？哦，不对，这个应该放这边，反了。注意看，是不是已经对好了？然后应该就可以拉出来了。果然，并且我看了一下，只有这个齿可以，这个都不行，它的方向是反的，掉一个面也是反的。所以大家懂了吗？找到这个齿，对准这个特殊缺口，就可以进出。一切就是这么简单，还有什么想看的锁可以艾特小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告辞。